有人在吗？小弟来把那书籍印走，我们就清了的。那大家可以就好用，把那个袋子过掉。每次来都洗呀、啊，那个有味道是有一点，有一点的，不是都没有了。那个慢慢消嘛，怎么一下就可以消掉呢？哈，那我都来，每次都消毒。你看我买那个消毒水，还有那个漂白剂，我说我整理好了，再叫人家来喷嘛。是小黄猪啊，他欠我钱，然后现在要来给他收电费，不在啊，收电费不在，对啊，水电费都没缴啊，跟他也没。